你是我生命中的灿烂，带我走出黑暗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进来病房的时候也一直闻到一股怪味道。哎，一毛，你有没有闻到啊？哎呀，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啊？应该是他们刚刚在吃榴莲，我已经提醒他们不要在病房内吃味道这么重的食物了。哎，蔡先生原来是这样，你看吃这么重的食物害到自己了吧？不是那个味道，是蔡先生，你不是说呼吸困难吗？我想还是跟孙医师报告一下，请他再来检查一次比较保险吧。好啊，谢谢胡律师，辛苦你了。不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可是你手……那蔡先生要记得哦，晚上之后是不能吃东西哦，尤其是味道这么重的食物哦。好，好好休息。奇怪，我最近也没吃榴莲啊，可是我身边最近也常常有这种怪味道。哎，这味道闻起来也不像榴莲，它像是汗臭味，然后再骚一点。哈哈，我爸今天又弄好吃的，哎呦，太棒了！好贵，你这么喜欢吃贡丸啊？贡丸？这个怎么可能是贡丸这么普通的东西呢？那不是贡丸，鱼丸啊，花枝丸啊 ？No， 这个玩意儿可费工了。你有听过撒尿虾吗？我超级爱吃撒尿虾的，然后每天都叫我爸煮给我吃，讲到他都烦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家隔壁的那个鸭姐突然想到可以把濑尿虾还有猪肉打在一起，就变成传说中的天品丸。什么天品丸？这根本就是复制的那个撒尿牛丸嘛，骗我没看过电影啊。哎呦，我以为你只会看书，原来你还会看电影啊。你讲了那么多，你到底想要干嘛啊？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们人生很多事情不一定只有二选一的选项啊。如果我们多动一点脑筋，也许可以两全其美，两者兼顾。主治，你这样子很奇怪哎，为什么不能边跳舞边看病啊？人家黑医师也是边看病边写小说啊。对啊，这两件事情呢根本没有冲突嘛，可以一起做嘛啊。连主治你可以白天弗洛伊德，那晚上你就那个森吧，对啊，森吧。现在能够两者兼顾吗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其实不管人参还是食物，单调多没意思啊，一定要调和过的才会好吃啊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奇怪，我的止汗剂呢？我找不到，我也忘了带出门吧。啊，有了。哎，啊，连主治，原来你在啊。怎么了？你看起来怪怪的。啊，还不是那个阿长一直找我麻烦，要我把镜子搬走，真气死我了。这看起来你跟阿长不和啊？那他现在回来了，你要调回原来的护理站吗？谁说的？我在实验护理站待得蛮习惯的，我才不要走呢。可是这一座山容得下两只老虎吗？林主治，这你就说错了。我是美丽的雄狮子，阿长
才是母老虎。在大自然的森林里，不一定要有所取舍嘛。兼容并蓄，两者皆存的状况也是有的。林主治，我才不会让他挤走我呢。又是两者并存，难道我执意要离职真的错了吗？主治，啊，干嘛发呆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这个厕所有点臭啊。有吗？没闻到啊。有啊，有点臭啊。我说没有就没有。啊啊，好，没有了。我是因为刚才上了厕所，这味道有点臭。啊，要是没有影响到你，那就好了啊。啊，终于没人了。啊。不会吧，没了？怎么会？天要灭我吗？啊！不会吧！还好找到这个替代品。人啊，是不可能太完美的。虽然有狐臭这点小毛病，但是呢，还好我人帅聪明反应快，想到这个方法，应该就能挡这点味道。Perfect。杰毅，你看你这个布洛克的台东山游推荐，看起来很好玩呢。嗯，哎，他有没有介绍什么厉害的景点？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都是吃的。哎，你这个吗？哎，我问你哦，你们两个英文比较好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什么 to dance or not to dance？ 这到底是要 dance 还是不 dance 啊？我只听过 to be or not to be。你在说啥？你在英文上去哦？啊？不是啦，今天在门诊的时候啊，连主治他就一直重复的讲这句话，感觉好像是生病了一样哎，觉得有点可怕。学长不是找到他的梦想之后就没这么可怕了吗？哎，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那个 to quit or not to quit， that's a question，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该不会也是史内普言说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刚刚三金就问了差不多的问题啊。哦，是不是学长在犹豫该不该辞职去跳国标啊？哎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把学长留下来哦。哇，那拜托把他留下来吧。哎，等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闪过我脑子。学长之前看诊倦怠，又失眠，整天魂不守舍的，对现状不满，该不会是男性更年期吧？男性更年期？会不会太早了？嗯，很难说啊。你想看哦，神刀之前就遇过这样子的问题，史内普连跟神刀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吧？这么说来，圣手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耶，该不会接下来就换谁了？谁说我这个年纪有更年期呀？学长，我们只是关心你啊。对。有些中年男性的确会突然有情绪上的波动，譬如说易怒啊，或者是对现状不满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男性更年期的睾固酮数值偏低，那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。更何况那些通常都出现在40岁以上的男性，我还有神刀还有连主治还很年轻。我没有见过圣手的脸色这么难看过。
原来男人也这么在意你们年轻啊。我跟李主席持相反的意见。哇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啊？我一直在你上面啊的床铺、啊、我赞成杰毅的意见。连主治现在应该面临着失落难堪身心灵折磨的男性更年期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曾经我也饱受着高固酮的影响，痛苦的忍受无精症以及梦游。那时候就是连主治把我从迷雾中拉了出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注意着关心着连主治些微的变化，所以我可以肯定他就是男性更年期。虽然更年期是我提出来的，但这么学长推论好像怪怪的。你们是不相信我吗？没有，不敢不敢不敢。总之连主治现在就是彷徨中年时，他曾经那么帮我，我现在一定要帮他。曾之密，既然你这么笃定，那连主治就交给你吧。正太学长啊，您真是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。啊，对，我们支持你，加油！你们要去哪里？去上班啊。对，上班上班。明明就是想开溜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你们这些实习小狗狗，不要以为没有你们的事儿。学长啊，我跟时珍是女生，那那个男人……对对对，我跟杰毅可能帮不上忙。对啊，学长，我跟丁丁也还没有经历过这更年期的这些状况嘛。就是嘛。你们谁得过疝气、心脏病，还手脚断过啊？没有嘛？那你们还不是得实习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就当连组织是一个病例，我们几个组成一个战队，一起对抗高固酮。很开心又看到你有笑容啦，又重拾对生命的热情啦，做得真的很棒，继续加油啊！谢林医师，慢走啊！真是累了。容易疲累确实是更年期的症状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啊。上。哎，上、哎，我教你一个好方法来舒压，你多运动，你看多运动强健筋骨，精神百倍。对，学没错没错。学长，除了丁丁说的这些之外呢，运动也可以增加男人味。哎，你看，这来，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 man 啊？没事了。好了，我对运动没兴趣啊。啊，这样啊？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按摩，点个精油啊，冥想，好好放松就行了。你们就继续追求你们的男人味吧，我走了。学长，我们煮了一锅鱼汤，超新鲜的哦，里面富含必需脂肪酸，赶快喝吧。学长，还有这个小礼物要给你的，亚麻仁子，里头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，是制造高兴情绪的营养素。千金易得啊，知己难求。不枉费学长平常这么疼你们呢，谢谢你们，我很感动，我会永远的记在心上。学长，你知道我们的用意哦。学长在身心科修炼多年，看来我们这些小把戏还是瞒不过他。学长，我知道面对更年期不容易啊，但是这过程我们一定会陪着你的。我知道只要度过这个艰困的时期，你一定可以冷静下来，就不会离职了吧。更年期。学长，哎，学长辛苦了一天，很累吧。你看我特别准备了这个啊，蚵仔米线，还有蚵仔煎蚵爹，还有凉拌的蒜香蚵仔，来，都给你。
啊，你吃下去啊，今天晚上 ，bang。这应该不是晚上会 bang 吧？这应该喷鼻血，喷到血浸人亡。啊，所以这个鱼汤，还有这个亚麻仁子跟这些鹅啊，都是为了要帮助我度过更年期的特别饮食啊。学长，您身为身心科的大主治，您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面对问题嘛。啊，所以你们认为？我这个离职的冲动都跟更年期有关系，所以要我听从你们的意见，多运动，多从食物当中摄取营养素，提高睾固酮的分泌，这样就能够回归正轨，不用离开辅大了。学长不愧是学长，有读心术，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。是搞错方向了。如果哪一天啊，你们也跟我一样勇敢去追寻梦想，也许就真正了解意义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表现得坚定一点，所以让你们误会了。我会好好检讨的。哎，学长，我什么什么检讨？我只听到前面没听。你们不是搞定了吗？啊，怎么现在人走了嘞？蓝晶，刚刚学长还好好的，结果你一讲更年期，他马上脸就变了。我是真的以为学长知道我们的用意，所以我就直说了嘛。想也知道要婉转一点嘛，更年期三个字就是中年人的死穴啊！不信你问正太学长，他一定不承认他更年期。哎，我听到了，什么更年期？我现在才刚满十八，好吗？你们几个啊，交代你们的事情没一样做好的，到时候学长真的离开了，你们就我跟你们念旧一年。哎，学长。怎么又全怪我们头上了？明明就是他的主意啊！是更年期发作。大家都在忙，只要不动声色，呵呵，一定可以安然过关。你在干嘛？像星星一样。你懂什么？最近刚好在练身体，好不好？丑人多作怪。哦哟，是谁把针头放那么高的啦？很难拿哎，又不是神明供在上面摆。那就麻烦那个手长脚长、人见人爱、身高堪比 model 的一毛，发挥一下你的同事爱，帮我们拿一下好吗？我。不然呢？这里阿长最大，他叫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。快点！去。上面。对、啊。哎，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？的一声啊，好像是什么撕裂的声音耶。一毛，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你一脸看起来快要哭的样子哎。因为你们听到的是胶带把我一毛抓下来的声音啊，好痛！我想我可能帮不上忙了，因为最近肌肉练太凶，手没力，举不太起来。是我生命中的灿烂，带我走出黑暗。